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到台湾，也意外让一个广告新秀成为焦点。他的名字很特别，叫做耿问。那么很看起来非常的可爱。去年呢，才毕业于美国的外交研究所的父亲，参加了这个纽约所举行的校友晚宴的时候，刚好又遇到了克林顿，因为克林顿也是校友，所以不但有机会跟他聊天，还可以脸贴脸的玩自拍，一直说自己好幸运。和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照相，甚至脸贴脸玩自拍，能让他笑得如此开怀，这个小妮子是谁？她可是台湾的广告明星。总是甜美扮相现身，拍过许多广告。她是耿问，今年25岁，身高169公分，49公斤，毕业于明传大学的观光研究所。去年和父亲参加乔治城大学的校友晚会，巧遇前美国总统，这段特别的际遇还陪他写在自传里。At a party i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, I met and talked with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, Bill Clinton. Mr. Clinton also mentioned his previous trip to Taiwan and his wonderful impression on Taiwan. 有机会跟前美国总统聊天，还脸贴脸拍照，耿问乐坏了，直夸克林顿亲切又帅气。现在因为这张合照成为焦点，奇妙的际遇自己可是连想都没有想过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